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我现在在偷窥这个世界网貂蝉呢，因为我觉得他的头像真的长得好漂亮哦，所以能多看几眼就几眼哦，也有可能他待会发现我，我就被他打败了吧。哎呦，这个小兵干嘛打我？好痛啊！我把他引走好了，把他引走。来来来，我把他引走到旁边，一个人慢慢的看哦。我发现了，我们伺服器真的很少人在打貂蝉了，我还没有看过貂蝉被推倒的一个全品。来追我啊！哦，有2000多人，天哪，太夸张了！先跑，先跑，先跑，先跑！哎呀，黏住了！啊！挂了。来，我刚刚被貂蝉打趴了哈，我想说都已经死了，不如就给张辽也打趴好了，反正免死金牌还那么多。哇，怎么那么痛？天啊天啊！我小兵先收起来。来，张辽在哪里啊？张辽又不见了。这张辽，张辽他留着一个小胡子哈，有点像阿高塞。他留一个小胡子，有点像阿高塞。哎，他不打我呢，他不想打我呢，他人也太好了吧，他不会打我呢。哎，有了有了，他发现我了，他发现我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先跑先跑先跑。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会挂，哎，挂了。这个典韦看起来就比较凶哎，你看他的脸看起来就很凶，给他打看看好了，看会不会痛。来，哦，不得了不得了，来来，我先闪先闪，补个强命一下。哦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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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他为什么要放太极门啊？他看起来不像是会放太极门的人啊。先跑先跑。好，算了，我觉得他小兵没有像刚刚的那个貂蝉啊，貂蝉跟张辽一样那么强哦，这个就一般般，没有那么痛。打一下的话528哦，不会很痛。他跟太史慈是啊，挂了。